嗨，大家，这是一把全打印的单发小发射器，名字叫 Form Knight RX， 作者就是 Form Knight， 也就是这把各种子弹全兼容发射器的作者。这把小的呢，上膛方式比较有趣，是按住击锤释放前管，折叠上膛，子弹就是从前面直接塞进去，然后完成击发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看看拼装过程。作者开源了所有的打印零件，可以直接去 T 站下载，一共九个 OBJ 文件，全下载就好了。其中前管部分有两个选择，分别适配普通弹和短弹，可以根据喜好自己选择打印。所有的模型打印好了，这次是猛男粉加黑的配色，我选择了适配短弹的前管。其他零件包括主体、握把、扳机、击锤以及活塞等等。按照说明，这个零件打印时填充率要100%，其他的20%。但是考虑到齿轮组咬合的时候两方受力一致，所以下边这里我也加强了打印规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很贴心地做了发射器的安装说明书，里面有详细的五金零件清单。问题是零件的单位和规格都是美式英寸标法，淘宝的话可能不容易找全，需要换算一下单位。这些都是我凑的，螺丝欧圈什么没啥特别，螺母有两种规格的方形螺母，弹簧正常应该用 K25， 我用的这个比较倾斜。气缸其实是和咖喱棒一样的，但是我没有找到正好的亚克力管，就用了一段金属管代替了，内管就是一段工匠的金属管。当然要是觉得搜集麻烦，可以直接去他们官网去买，五金是$20。好，开始组装，就是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来，很简单。
组装好了，但是这握把略薄，所以我做了两片零件给握把加厚，直接粘上就行，这样就完全完工了，手感好上不少。由于气缸是金属的，所以还是挺有分量的。对比一下 Joint 和蛟龙，体积在两者之间。上膛时候可以看到活塞后边的螺丝被两个方形的螺母卡住，然后归位激发。好，试射下，我贴了些模型胶贴装饰了一下。我这把射程比原厂 Joy 还差些，主要是我弹簧选的弱，估计要是强弹簧能好一些。总结吧，从激发过程和性能就能看出，这是一个仪式感远远大于实用性的发射器，所以我认为它的主要用途是更倾向于室内的把玩和上架展示，毕竟颜值十分的在线。此外 T 站还有人做了一个能塞多发短弹的前管，上膛和枪口向下两个动作合一，看似美好，但是我很担心这小小气缸的气量，感兴趣的兄弟可以试试，然后留言告诉我一下效果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有啥问题欢迎骚扰，拜拜。